you ought to be, you ought to be. 早起出发去机场了，就睡了2个小时，好困啊。出发。刚洗了个澡，化了个妆，一会儿准备去接高哥西西。他本来还想着等他那个下了班之后猛蹬自行车回来呢，但是我打算去接他，给他一个小惊喜。西西，好女友。好累啊，头好疼。买的那个奈雪的面包，但是我觉得高哥会来吃吧。等高哥中，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儿吧。高哥快出来，高哥快出来，高哥终于出来啦。抹茶这什么玩意儿？羹，鸡蛋羹。这个挺大的，不是一条呢？你们两个走。It keeps on lie, I know. Jeans fit just right, I know. It's on your mind, Now I show you losing control. 化好妆准备出门，结果一看高哥睡着了。去看看他的样子，这啥呀？就知道所以让我上北京看你来睡觉了，那是不是？你那个脸被挡住了，你看。走吧，出发。我是不是应该戴个帽子呀？晒脸不？你挺晒脸。马上就要走进阴凉处了。哎呀，今天光线好好呀，我好白呀。我扫啥？扫那二维码。用啥扫？微信。微信。微信摩拜。为啥有的时候我很白，有的时候我很黑呀？咱们要去的地方叫啥名儿？杏园餐厅。啊，杏园餐厅。哇，人还这么多。那那那啥吧，那到时候吃涮肉了。这个又不吃了，今天都已经早上就。不是你吃东西，你得想吃你再吃，你要不想吃，你为了吃去吃，这样就你感受不到幸福。那我不想吃。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你看你自己走。聚宝园，里边人多吗？
不得。嗯，太好了，是不是进去就能吃上？没有。那是菜吗？这么小。戴帽子了，那你上去拿去呗。这是在底下站的呀。我俩都。那块儿给我消音啊！刚才我录的那些。我说我这俩一人在底下站的呀。咱得拼桌，不拼桌吃不上。啊，好。看一下。哇，人好多哟！啊，这个姜。卤煮好好吃，炸酱面也好吃。大高子儿 SUV 开，就开着小趴着。像我这种高尔夫啊，就别动。在这儿等着呢。最后这一句才重点呢，胶一点都对不上。等我的呗，这归你了，那就。哎，哎呀，这家美的，哎呀。谁？钱宝贝。哎，这个水为什么这么绿呀、啊？当然了。为什么呢？水怎么乱七八糟的？一片有啥呀？我看看。茴香阁。还有蚊香苑。嗯，好热呀。咱是从北门，这是北门。这样才能在依山见他呀。哎，其实可以走那个，但他把那封了。以前皇上是走那个边儿，那个些边都是给那些那什么钻他蹭水的那人。嗯，从门这种路走。这点都是皇上走的正殿正门正道、哎、不是皇上累了不想走台阶就走那个出溜下去那里边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坡嘛这个就是台阶哈哈哎呦开始修票回去还得批个票去哎，看看我们这个可怜的这个，丑。要说我那没事儿，看没打，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歇会儿吧。这里好舒服呀，洗完了就往那皇上安排歇。皇上晚上七点才歇啊，皇上五点从那边开始走，喝俩点。我俩刚刚出来的时候样子还一样吗？我这么不一样吗？我这肯定。我这兜里边可吃的更多，因为这儿两层。哇，对，这个必须得去。你知道颐和园的铜牛吧？铜牛。就小时候的课文里边，然后那个铜牛，
这说的是颐和园的铜牛。什么铜牛啊？那个铜的雕塑。咱们到时候直接可以去金源院商。金源院里边啥都有。For example。什么金源院？都有，什么都有，金源院啥都有。你这个衣服在我这相机里怎么这么红啊？嗯，我是个红人。我皇上身边是红人。你跟对的是哪个师傅？叫你说好了吗？嗯。终于从颐和园里出来了，累。我要吃刨冰。我要吃刨冰。其实我得帅一点吧。你看咱俩这个腿。